影片开始之前，要先订阅，还有按赞，按小铃铛，按小铃铛，按小铃铛，还有不要忘记按小铃铛。来到了这个在皇宫附近的一个点，然后这里刚好有人在打这个雷公，我们现在要打雷公，就是突然间的，我们驾车加一班发现这地方有雷公，就赶快来了，我们要开始哦。多少个人打？三个人呀、啊，没那么少吧？好，希望可以打赢哦。两个人，我看错没有？四个人，有四个人打。一个我跟别人。六个人、七个人，哇，有这么多人一起打 ，OK 啦，赢得了的啦 ，OK 哦。我打这么少，哇，这么难打的。因为他先多。应该打得赢吧？打不赢的吧？哦，速度越来越快啊！越来越快哦！有，给他，有一半吗？打得到一半，应该大致上就应该会。啊，最后一次，这个就是我最后。就要赶快再进来。还有两个，我最后两次的啦。会赢吗？哦，会，我觉得会。他有200秒就已经打过一半了哎。差不多了。我为什么用电打他？我是傻了是吧？他是电，然后我就用电。我觉得这只没有很强。如果你用闪电的，就是傻了。要赢啊！我觉得是要赢啊。我答应了。Yes， 赢了！我们现在就要抓。可是我没有。现在想办法抓。嗯，我们看谁是 shining 的啦、啊。一二。我肯定不是 shining 的、啊。我也是。哎呦！又！哎呦喂 ！What？ 哇，不行！我完了！我觉得我抓不到他的位。啊！我剩下十颗球。紧张！我剩五颗球，惨了！他一直跳。我还有九颗球，剩下八颗球。紧张！哎呦，又跳出来，惨了！我觉得我不想要预感。哇！讲一，他就飞过来。哇，我还是没有，我剩两颗球，完了。我跟你讲，我讲一的时候，他就飞东西上来，终于抓到我。我还没有。没有，你讲。我没抓到。没有。啊，没有了，完了。你讲一的时候，他就会那个东西就飞。啊。你一定是没有吧。我现在很紧张，他就是。要小心哦。跟你讲的，就是你不可以跟我。哦、oh! ，Yes， 我有。哦、oh, ，我有。没有，只有500,000有。你啊，阿雪，你抓到，超累的，抓了那么久，还抓不到。我抓得到。哦，丢了那么久还抓不到，累哦，我靠。没有，刚才我讲一的时候，它有一个东西就飞了。嘉宾，你已经有，我跟你讲了，已经三次都有哦，这里三次都有哎，所以今天的快闪抓宝可梦就到这里啦，跟大家拜拜。拜拜。我还要买，明天买。OK。哎，走啦，拜拜。哎，好不爽啊！我好爽呀、啊。